界，综合所有的方案，所有人中间的四位，明天去北京见 PF 品牌的创始人，再最终来决策谁才是那个 X 赛道的主理人。就在那里拍照，就在那里买衣服，你们是个游客吗？你们谁知道我们这个店开业是什么时间？230一件衣服，你们了解它的成本是多少吗？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销售的这个业绩，在全国来说处于一个什么位置？对这个不太了解。对这个不了解。我对你们有点失望啊。既然是过来谈合作的，那这成本这些问题难道不要问吗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。如果你们最后当主理人上了这个节目，我感觉对我这个品牌是不利的，我可以不合作的。我认真的说，你们四个人老板都不满意。今晚8:10，蓝月亮100道光芒。爱运动，用蓝月亮运动型洗衣液，蓝月亮邀您见证光芒时刻。